小丽，别动了，快快别动了，快跟我出来一下。怎么了嘛？来嘛，出来就知道了。走走走走。神神秘秘的。你看。啊？你怎么买个账呀？这个，我好久就想买了。你看你家做菜那个地方。有了这个就方便多了，不用柴火烧了，是吧？直接用这个燃气就方便多了。那这个放哪里？就放之前那个地方就行了。那行，那我去收拾一下。嗯，好。就放这里。啊，放这里。这么多柴火，你看。这个放这里蛮好的啊，随便可以移动啊。这里哦，那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叔叔，这是个灶台，新灶台，然后做菜的话就用这个来做了。哦，你们好了。叔叔还是蛮喜欢的，小弟。蛮好，这个蛮好。再放点点，然后不用烧菜了。行，叔叔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，我们就用这个做菜，你去忙你的吧，做好了再叫你啊。小文。哎。这个看着还不错哦。这个至少不要不被晕熏的嘛。有没有一种想要抱着的感觉？有一种想要吃掉的感觉。啊？这个菜看着还不错，很有卖相。可以当大厨了吧？可以，来我家当大厨好不好？好啊，有什么待遇啊？你想要什么待遇？我想要有个地方睡就行了。啊，就这么简单？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吧，好吧。嗯。是不是？哦，好好，你也吃啊，你也吃，好吃吃，你是不是也夹？好好好，你都吃啊，你去吧。嗯，好好好。我也要吃一个。你也吃一个啊？给你夹什么？给你夹肉肉吧。啊，夹个骨头。哦，吃吃吧。叔叔，你慢吃啊，我吃好了啊，你慢吃。你吃好了。别告诉我。还有什么？好了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叔叔还在喝酒啊？喝酒不能太急的呢。嗯，这个好贵吧？这个不贵啊，哪里贵啊？主要是这个患病用起来得心应手啊。怎么不开心啊？今天被我收拾了一下。刚刚还在生气呗。小林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啊，你就回去了吗？对啊，回去有点事。那你慢一点呢。好的好的，那我明天把被子带过来啊。你抱被子干什么？你不是叫我过来做大厨吗？不可能没地方住吧？那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？我可不管，我可当真了。我明天就把被子带过来。不行。不行也得行，拜拜。哎你。